今天讲这个单元，我们就讲的接下来我讲的那个有点快哈，然后好，那直接就看这个哈，我们已经给你们那个讲指令了，我先讲一下呀。其实我最近上课主要是为了明年上课就准备哈。那我跟你们讲过嘛，那个程式语言用到最多的就是五种哈，我这五种都要教啊，其实你们自己都可以学啊。那用的最多的就是我常强调的，就是网络的程式设计这个 JavaScript 啊。那像那个，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耐心，你一个一个去做啊。像那个这个，我跟你讲，我拿那个金融常识测验哈，就是说你在网页上这个你答题，那答题之后呢，那我们就来检查分数哈。那检查分数，譬如说这个第一个就第一个答案哈。在上面的话呢，就是说去抓哈，抓你的那个答案哈，就是那个用有没有这个说，哎，你从你那个 A1 的位置哈，我们那边有用那个 ID 嘛哈，ID 从 A1 的位置呢啊，然后把答案那个拿过来哈，拿过来呢放在这边储存在这边的 A1，然后呢我们就去检查哈，这个答案是不是等于4。好，然后这个指令就是所有的程式语言指令都一样哦，只是说稍微有点变。好像这个 JavaScript 跟 Java 还有跟 C 哈，就几乎是一样哈，几乎是一样哈。啊，就是检查说，哎，你这个就是如果换成中文就是说，哎，如果答案正确哈，啊，我说过这个是两个等号啦，然后是去检测你等不等于。像这一个等号呢，是干嘛？指定啊，指定就是等于，譬如说我举一个例子，如果说是那个，X，譬如说 X 最近王心凌很红嘛，如果 X 等于王心凌，那意思就是说 X 这个人是王心凌，X 这个人是王心凌。如果说是 X 等号王心凌，是说。X 这个人是不是王心凌？哈，是一个逻辑，是不是王心凌？哈，就是这个检测，所以这边有检测哈。那如果说是检测对的话呢？啊，就是说，哎，就是给一个那个 O 啊，然后呢，同时呢加分哈，就加一分。然后我们这边用有个 G 嘛，哈，是储存这个分数哈。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边就宣告哈，等于零哈。然后 else 的话就是说否则哈，就给 x 就是给打一个叉叉了哈。那我们今天继续做这个练习啊，同时呢，我们直接就跳到第21题到40题哈来测试。啊，我教书我不喜欢用课本哈，啊，我是说就好像生活一样，生活呢你碰到就从小你为什么会走路？尝试嘛，啊你为什么会讲话？你小时候你1岁1、2岁的时候，你有学过啵啵啵啵学这些东西啊？没有啊，就模仿啊。啊，我是一样，我学东西我一向来就是这样，就是模仿，直接就是干嘛跟着做，跟着做了之后呢，好做对了，然后再去了解原因，尤其是你要做你要做的有更有成就的话，你要知道你就要知道你为什么会错，你为什么做对的原因，这时候呢才有创新的能量哈。开始哈，我会给你一个网址哈，就是也是111年哈那个金融常识题目哈啊，然后呢，所以你就是给它复制下来。我们今天拿那个21题哈到这个40题哈，那前面就是已经反白的，然后你移到下面哈，哎，确定是第40题，然后按住 Shift 键，然后滑鼠点一下哈，就确定都选到了哈我们需要的，然后呢。选复制，然后那个打开 Excel，好，打开 Excel。那我们现在等一下要做的哈，就是说，哎，做这些指令哈。那这一次我为什么要干嘛？因为接下来就是上跟那个资料库有关了哈。那你打开 Excel 呢，然后那个放在 A2 哈，A2 这边哈，然后直接呢，你按什么东西？按贴上哈，看会怎样啊？然后就那个那些题目有没有就贴过来了哈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是主要就是要来处理哈。然后来那个练习一些那个 Excel 的指令哈，所以那个第一步啊，你把这个就放在差不多放在适当的位置哈，然后呢到检视去分割视窗哈，这个检视哈啊分割是哪一个？选一下哈这个啊对分割哈，那我们就是先整理一下，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就是说那个原始的那个题目哈，原始哈，
那个原始的题目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是说哈，这个 A B C D 哈，那当然我们可以让它就是稍微宽一点了哈，这个 A 要宽一点，这样比较清楚哈。好，这个呢，A 是原始的题目哈，然后呢，我们就现在就是要来做，给它做这个分析哈，分析不是分析，要给它做成那个。指令哈，像那个我们就从 B 开始哈 ，B 开始啊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是要用这个是那个答案的公式哈，这个答案的公式，答案的那个不是啦，指令啦哈，检测的指令哈，检测的指令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就是说我们要去找这个那个一的位置哈，一的位置哈。然后接下来呢，这边的话，这样不行哈，为什么不行？因为哈，它这个意思就是负的意思哈。所以呢，你要加上一个那个单的那个 in quotation 哈，跟他讲说，我这个呢不是数字，而是什么东西？好，把它拉下来一点，大家看比较清楚，不是数字，我这个是文字啊，文字就是说我这是表示哈这个符号，所以那个一，然后呢这个二哈，然后三哈，然后四哈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它的那个长度哈。长度的话，当然这个指令就 len 了哈 ，len 了。好，等一下那个指令的话，我会给它哈，再写在那个最下面哈。啊，算了，写在上面好了。那个写在上面，下面啊，写在下面了哈，因为写在下面好了哈。然后那个是这个答案指令哈，我们对照过来哈。啊，这个呢要用什么指令？好，放在这边哈。好，这边因为是空白哈，所以我等一下有没有指令会把它哈，同时有没有放在这边哈？我等一下会那个使用的哈那个 Excel 好函数，好那个使用的 Excel 函数哈。好，那个第一个哈，我们现在要用的哈，就是说。就是第二十一题，好，第二十一题，那我们就是哈，第二十一题，那因为我们用的东西都是，我再讲一次，就是说哈，刚刚有没有我们用的那个都是什么东西？有没有看到这个左边哈，就是 A1 A2， 我们用的变数都是叫做 A 哈，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要用到的就是这个哈，有 A， 好，然后呢？接下来就加上 end 哈，后面就自串符号就 end， 因为 Excel 的话是要用这个符号哈，不是用加号哈。那个 Java 指令的话是用加号哈。那 end 什么东西 ？end 21哈 ，end 21。21的话呢，这用的那个 Excel 的指令就是 mid 哈，就是取你中间的自串。好，第几个？你看一下这个哈，括号1到21，总共有1、2、3、4。好。所以呢，它那个开始我写在这边好了哈，它都会提示你有没有来开始就是第四个，然后二一是两个字串是两个哈，两个字元，所以你这边是二，好，然后呢，好打 enter， 好确定，然后呢他干嘛说太多，好啊就忘记了啦，还要加上这一个啦，好这样子，好这样子才对哈。有没有来看一下？有没有看到出现了 A21 了哈？好，出现了 A21。可是呢，我们不是 A21 哈，是要那个好了，先这样子哈。那我们就知道哈，没有然后这个就出现了我们的变数了哈。那我们现在呢是要说等于 A21， 我们是要检验哈，检验。那所以呢，接下来又加上一个 end 哈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是那个指令，就左边的指令有没有？就是左边的指令它是不是等于好你的答案，所以那个这又是一个 end 哈，这个答案呢也一样哈，用这个命令 mid 哈，因为最就是一样，就是说那个来源是它，然后呢我们是要用第二个，然后一个就好了哈，然后好就这样，然后呢这边就按两下，好，比如说这个 A40， 我们就说检定你的答案是不是 A40 等于4，好好，我们先做到这边，然后等一下呢，我们就可以哈，去把这个有没有直接抠过去哈，然后当那个
当那个指令。好，我们现在先做下面下一步哈，下一步哈，下一步的话就是说有没有那个我们要看就是 HTML 指令的部分啦，就是说这个一有没有在什么位置，二在什么位置，三在什么位置哈，就是一二啊，然后呢还有就是三的位置哈，就是三的位置哈，还有呢。这个是四的位置，好，四的位置在哪里？好，这边就是四的位置，好，一二三四，好。同时呢，我们把这个指令啊，放在这边哈。譬如说这个是 A 二一等于，那我们就是说把它抠下来。抠下来之前呢，先干嘛？强迫它变成是字元，好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样子你抠下来，它才不会变成说，因为如果你没有强迫它变字元的话。好，它抠下来哈，然后举例就是你现在我给它按一下 Ctrl C， 好，复制了，然后把它抠下来，有没有？它抠下来，它只是干嘛？它会跟着做改变。好，譬如说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什么东西，一定是 A 22，有没有这结果？好，就是 A 22，不是 A 22，因为你空白嘛。如果当然你这边写一个那个22的话，它就会用这边的。那个啦，譬如说来了，假设啦，我是这样子的哈，啊四一，有没有？它就会变成什么 ？A 四一等于零，好，因为它就是说这个会相对位置的改变，所以呢，我们抠不是这样子抠哈，所以我们又是要干嘛？就是强迫哈，说把它哈改成是那个文字，好文字哈，文字哈，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放在这边哈。啊，接下来呢，这个是我们要找到一的位置，好。找到一的位置，找到二的位置，然后找到三的位置，找到四的位置。我最后呢就是这个长度啊。那长度的话最简单就是用 len 这个指令啊。那个就是说，哎，这一道题目哈，总共有多长啊？啊，所以这一道题目总共有69个字啊，69个字。那我们一样哈，把它就是复制哈，复制下来。好，复制下来。好，像最后一道题目呢，它总共有那个100个字，好，100个字元啦，好，长度有几个字元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要知道这一的位置在哪里。好，一的位置就这一个一有没有？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一在哪里。好，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，好，在20的位置。好。那我们怎么去找它？用这个指令，用 find， F-I-N-D， find 哈。然后呢，你 find 的东西是 A2 这个范围的哪一个哈？就是说我们要找到这个 C， 这个 C1 哈 ，C1 这个当然这个要加上什么 C 要固定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往下抠，就是找到这个东西哈。然后呢，我们找是从第几个开始找？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已经有一个那个。一了，那不是我们要找到的，有没有这个括号一就一的答案？所以我们要找它从，好，从这个是后面这个正券开始哈找，所以正券呢是从6开始哈，那我们就去找它，好，那个看一下这答案，答案呢没有出现，没有出现的话就是说哈，你那个有写错哈，所以呢 find text 哈，所以这个指令写错哈，应该是。你要找什么？是找这个 C1 里面放的东西哈，然后呢，从哪里开始找？好，从那个 A2，然后这个 A2 的话呢是 A 要固定，好，然后呢我们来试试看，好，有没有？果然是20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那个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是这样子找。过来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答案有没有。来，我再讲一次，这23、24、59是什么意思？好，就是说20，这是第20个，有没有？20在这边，第20个哈。然后呢，这个是21，这个是22，这个是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，有没有看到？这32就是32啊。接下来就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呢是在第45，这个呢就括号这边是第59。好，那我们这边是为了什么东西？为了等一下有没有来那个写指令哈，所以我们就这个有没有往下哈，就贴上来的，就每一道题目有没有，就是我们要写指令的时候不是有一二三四吗？好，这样子呢我们就哈可以找，像这个等一下我们就说在第20的位置，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题目有没有这样子就是给它拆开来，好，拆开来哈。